Once again. Hello, 我是王维丽，我穿长袖衣，然后这个衣哦很美哦，它的布置很好。然后，如果你们去打了那个口碗，然后你们记得打了微信了，你们就喝这个。三角标清热水，这个，然后这个很好，给你们的身体是那清热啊，所以它是凉的，所以它，然后你们去买，然后现在我要煮给你们看，记得订阅、按赞我的频道，我爱你们。材料是要有是咖喱，然后两粒鸡蛋，哇很美哦，然后那个菜心，哇很新鲜，然后这个紫色的包菜很特别，然后这个虾四个就够了，然后鸡根腌过了的鸡根，然后还有炒的那个toasters， 然后这个就是蒸了的米粉，等下要用这个来弄出来，然后这个就是炸的 fish ball， 然后 hot dog， 然后 mini fish 两个，然后 crab meat 两条，然后 chicken ham一点点。你们认为我会煮什么今天晚餐？我的名，你认为什么？亲爱的观众，你们认为我煮什么？点我的名应该煮有面，就是有米粉，冬面米粉吗？等下你们，我给你们看观众，先浇倒掉那个水，然后放出米粉的话，一搞就够了，两个人或三个人都可以吃，因为还会饭。然后先我开火，先。然后放咖喱全部下去，然后包包了放一边，然后放这个鸡根下去，腌过了的鸡根，哇，那个 fish ball 还会跳的嘞，还要跳舞一样，滚一滚，很弹性，还有弹性 QQ 的，然后放这个 mini fish， 好多。下去也是，
紫色的白菜它不要硬，所以放咸下去，滚下去，炒。 然后我已经放那个 sambal 的自己做的 sambal 加去，已经这样子的话，你们看啊，已经是好了，炒到好了，然后放。 最后一样是虾，然后炒，哇，很香啊！然后放一点，把那个胡椒粉。 很久没有吃米粉了，我们是，对哦，这个就是三八米粉，要关火，然后就，哇，这个你看你们看，好像那个。 猫炖酱，米粉猫炖，哇，那些网红啊都会喜欢的那个，以前他们煮，然后很香 ，yummy， 然后 delicious， 然后又便宜又好吃，又简单，在家，然后现在我要拿上来的，哇，很多好料。 在里面，现在小孩子也可以吃，因为没有学校，然后你们可以煮给他吃，一定很喜欢，一个星期吃三四次，他们一定要吃的。就 Q 的那种，就最 Q 是这个 fish mini fish。 它是鱼饼。 然后这个就是那个 sushi 是自己做的 ，homemade 自己做，黏黏的。然后这个就是那个米粉，三八米粉特别的，因为很多料。然后这个就是我妈做的。 鸡根，贡葱鸡根，然后这个就是 father-in-law 做的那个青，好像台湾的青的那个咖喱鸡根。
我最喜欢的是那个顶上，今天可以买到，耶耶！去YouTube，然后小谢我 Wongviolynn 92 Channel， 爱你们，下期见，拜。